我只是觉得你哥他的强迫症好像越来越严重了。啦，是我啦。这是梁主要跟方总拍摄的模特。总经理，这事情不单纯哦。你也觉得不会这么巧？你们总经理的老公抢了我的老婆。你老公到底想怎样？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 ，TVBS 欢乐台，好运到。